小娜，我们快去第三封信。对对对，是啊是啊，这个人挺有意义。李娜你好，你会比较惊讶，为什么一下子接到了我三封信？是真的，对呀，我就是很惊讶，是啊，很惊讶。听听啊，不听我不念了啊，听吧。因为我和永刚大年必成要去梁庄贩卖西瓜了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今年的西瓜特别的好卖。听不听啊？这本是永刚每年夏天挣钱的买卖，可是他非要带上我们三个，让我们也挣点钱。这次把西瓜卖完，估计我能分到100多块钱，那我就可以在你今年过生日的时候送你一条围巾。哎，接着听啊。我在很多信里都提到永刚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等将来我们见面了，一定要把他介绍给你。西瓜在地头上卖应该是1毛钱左右，在本地可以卖到3.8毛，如果赶上比着沙的田地，估计可以每斤多买8分钱。哎，你要念吗？别念了啊，我要去图书馆了。哎，李娜，这人给你写了3年信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就是啊，他是谁我怎么知道啊？我去图书馆了。那么紧张干嘛呀？跟瞭望塔似的，刚才都把他给打服了。我就不信他这2条腿啊还能比得上这4个轱辘，跑咱们前面截咱们去啊。哎，你都知道个屁啊，这个刀疤脸是当地一霸，路过的车没有不倒霉，小心点。姓干的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说了，北坝子这块地瓜归我收。凭什么？你带这几块料把我给打了，就以为没事了，可以回城挣钱了？是你先动的手，谁先动手不重要，给老子赔礼道歉，磕仨响头，把瓜留下。凭什么呀？你仗着人多，你抢你抢吧。跑！对呀。永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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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永刚。
下啊，我妈燕燕燕燕什么东西啊？燕啊，燕燕燕要喝水啊，哎，要喝水，打水了呀！哎哎哎，快快快，给我给我，快快快！勇哥，赶紧的，没事没事啊，没事啊。前面20多公里就是咱们县城，那儿有医院。答应啊！答应什么呀？答应什么呀？答应什么呀？发誓啊！发誓！发誓什么呀？发什么誓啊？我就把你救回来！来来来，快快抬起来，把那车拉抬快啊！快！哎哎，志强，他这流血呢！啊，勇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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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发誓啊！当时有人进入太清，大概可能有20多人吧。还记得那刀疤脸长什么模样吗？他就是脸上有个疤，但是当时我们都跑散了，是他捅的那一刀，是他捅的。你给我站住！你们几个小子给我听好了啊，能耐没多大，事儿倒不小。葛世强、徐大年，你们矿工的事儿回车间会单独找你们谈，以后给我老实点，要再不老实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回家吃饭吧，吃完了饭去我那儿咱碰个头。哎，志强，志强，你回来了。我听说勇刚死了，被捅死了是吧？哎哎，我听说死得挺惨，肚子都被捅破了。勇刚为你挡了一刀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？啊？滚！咱们家看不成电视了，电视让爸给卖了。志良，你问半天书了，出去喘口气儿吧。我不，哥，我跟你说，其实他……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懂事儿啊？我出去，我跟你哥有话说。我一会儿跟你说。电视机还有这院子里，怎么回事啊？是赵永刚他妈砸的。志强，啊，志强，你回来了。哎，我回来了。我没事儿。他儿子不是你害死的，可他天天上咱们家来闹，电视机也卖了，玻璃也砸了。哎呀，
志强啊，刚回来，你让他坐下，歇口气儿，行不行啊？你看，咱们家一共2300多块钱，全没了。这钱干什么用了？一听到你们出事儿的消息啊，赵永刚他妈的心脏病就犯了，挺厉害，住院了。他又没工作，非让咱们家出住院押金，一共是3000块。干嘛非让咱们出啊？咱们又不是凶手。你怎么老说这没用的话呀？他那一身病的药钱也是咱们出啊，谁不知道他是个老病号，连医生都说那是慢性病。再说了，一块出去的，徐家、蒋家一家只拿300块钱。志强，你跟我上里屋来，我有话问你。把门带上。咱们一直是你妈持家，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她心里头别扭。志强，我只想问你，当时是不是赵永刚替你挡了那一刀啊？是。我们谁都没想到，那帮人真的会动刀。爸，还有件事我得跟您说。什么事儿？永刚临死的时候，他把他家里托付给我了，我答应了，将来他们家的事儿我管。哎呦，哎，我就是个翻砂工，工资本来就低，工伤又办了病退，一个月拿回不了多少啊。你妈那儿，哎，单位又是大集体，都黄了。你太年轻了，想的太简单了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不会拖累家里的。什么拖累不拖累的？你是不是这家的人呢？你是不是我儿子？你答应人家的事儿，咱们家就得应。只是你一个人，两个家你担得起吗？你给我砸！砸咱们家！那玻璃都快没了。没脸你砸！砸！给砸！你砸！志强，一定要忍。真的，砸！你给我砸咱们家！志强，别出去，别出去。妈，没事，你回屋去，我去看看啊。没事，没事。别出去。哎。哎呦，你看这该出来了！砸死咱们家！葛志强啊，葛志强啊，你还我儿子！你快带我儿子去卖西瓜，把他的命给我丢了，出了事情你跑了，让他挡一刀，你还我儿子，还我儿子！妈，妈。进屋说，我不进你那个懒家。你怎么背呀？妈，婶儿，进屋我跟你说，你进屋歇会儿行吗？我当着大家伙的面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怎么背？你告诉我你怎么背？妈，婶儿，永刚。永刚临走之前嘱咐过我，我也答应了，这辈子只要我活着，你们家
大大小小所有的事儿，我全管。你们怎么听见了没有啊？他承认是他害死了我的儿子，以后我们家所有的事儿，我的生老病死你都得负责。没错。有命呢，你给我砸！你给我找他们家砸！住手！干什么？住手！住手！干什么？住手！干什么？住手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们？你们干什么？婶儿，救命啊！婶儿，您醒，您进屋喝口水吧。不，那这个，这是我的医疗费，300块医疗费呀、啊！你给我，还有我的生活费300，一个月600，你都给我。这我全出了。拿呀，拿钱来呀！现在我身上没有，过两天给您送过去行吗？好，我信你的，你休想给我赖！有这么多人给我作证呢，我等着你。走，尤敏。婶儿，您慢点啊。走开。尤敏，慢点啊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少说两句。你儿子又不是我儿子害死的。哎呀，你有本事找凶手去啊。你就少说两句嘛。别说了，回屋吧。啊、妈，进屋。哎呀，志良，上来吧。都是坏蛋，这些坏蛋他们把我儿子给害死了，他们也别想活。气死我了。走啊。妈，有人送东西来了。送东西人呢？人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哎哥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没事。哦，那我跑步去了。啊、嗯。哎，志良、哎，回来了，跑步呢。啊。怎么这么快？见人了吗？没进屋，面和油还有肉全放门口了。哦。还没吃饭呢。他那儿有酒，咱们喝点吧。饿着呢。走，走。啊。永刚，豆腐丝儿，这没人跟你讲，别人买的，还有酒。走之前，咱们就在这儿。可是回来，回来就我们仨了。警察跟我说了，说那刀疤脸逮着，一定是枪毙，跑不了。可是就是枪毙那孙子100回。爹不回来了，永刚，店里老太太那边，你放心，就当自己妈一样，还有俩弟弟，就当是自己亲弟弟。永刚，今天我和大年给你妈送去了米。
肉，还有油，你放心，老太太饿不着。喝。永刚，干一个，干了。梁科长已经给我汇报了，赵永刚的丧葬费跟其他费用，厂子已经给报销1000多了。你现在让厂子里负担他母亲的医疗费，这不可能啊！厂长，永刚他爸就是咱们厂的老职工了。永刚呢，他过去也是，对吧？两代人呢，他已经被开除了，整天不上班，整天旷工。他旷工那也是因为他们家实在是困难，工资都不够花的。您看，他妈有病，他一个弟弟在劳教，他最小那弟弟还在读书呢。哎，葛志强，厂长的话你听不懂吗？给他出丧葬费，这已经是厂子对他格外的开恩了，别的想都别想。这不行啊。那厂长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这钱啊，就算我们问厂子里借。对，你借。哼，拿什么还？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啊？你学徒5年，每月工资就那几十块钱，你想还几年？根儿强，我正想找你谈谈这个问题。你这次可是请病假出去的，你能卖西瓜就不能上班？车间里边正在讨论你的处分问题，我警告你，你再不好好上班，你有可能被除名。那个厂长，徐大年，还有你。啊！出牌，打四，来六。这不行，这跟你怎么样？太多了，来样，来样，来样。师傅。大能人回来了，师傅。师傅，想跟您这儿商量点事儿。跟我商量点事儿？啊？哎呀，5年你都出不了图啊！哎，你说说你，上班吧，还背着几本书。号称要考什么大学，哎，就没有一天你好好的学手艺。你要是真好好的复习功课考大学，我也支持你啊。可是你呢，跑到外边去倒腾什么西瓜去？你有多能耐呀你？师傅，西瓜咱能永远不提了吗？不提了是吧？我可以不提啊。那你就离我远点啊，我瞅见你我就烦。师傅，我知道我惹您烦都是我的错，对不住啊。但是今天我真是有事要求你。说。哎，师傅，您是8级车工，您的工资在咱们厂里头，那是吧？借点钱给我行吗？多少啊？最好是600，不是300也行。滚！哎，师傅，那我那工资每个月您就给我剩点零头，整的您都拿走，这30多个月不就还清了吗？你滚滚滚滚滚！哎，我告诉你，葛志强，
在这个车间里你就甭想了啊，有本事你给我上外边借去，就你这点事儿啊，没人同情你。回来了啊！我跑步去了啊！哎，小人车啊！好，回来了。妈，哎，妈，志强，你坐下，给你。今天我是舍了老脸啊，就借了这么多了，不到四百块。咱们厂子太不景气了，谁都不富裕。那些做生意挣大钱的，咱又不认识。爸，永刚妈今天有来过了？来了。嘿，我跟你妈呀也都习惯了，要是哪天她不来闹啊，兴许这心里还别扭。哎，志强，我找了个活儿。爸，您别开玩笑，您是工伤才办的病退，您找什么活儿？不是体力活儿，值值夜班，车辆厂。住的条件差点，可晚上给一顿加餐，一个月啊50块。妈，我不让他去，他非要去。你少说两句吧。嘿，我已经好多天没给你写信了，这是3年来的第一次。我们这次和永刚，我给你叫来了，志强，车前洗电焊全都是大拿，把活交给他，您就放100个心吧。哦，哎，你哪年进厂的？你管我哪年进厂的呢？看图纸，说价去。哎，你看啊，就是这块料，你给我折成这样，完事后啊，我给你200，你看怎么样？这活儿啊，1200，少一分我不干。啊？什么？1200？对。那我还找个干私活的干嘛呀？直接去加工厂不就得了吗？对对对，隔壁就有一加工厂啊。走。哎，志强，咱这么走，你拿不出人家呀？那图纸我根本就看不懂，这活儿啊干不了。什么？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行啊，1200就1200，不过啊，你要是把我的材料给毁了，那我跟你没完。这么着吧，干完活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行啊，下料吧。哎，行不行啊？300。什么活？图纸呢？嗯，有难度啊。很有难度，就这种轴最难扯了。废话了，没难度我自个儿挣了，还用你干？行，我干了。料呢？
完了！啊啊！志强，刀打了，这刀。葛志强，哎，这么晚你来工厂干嘛呀？啊，你干的？你知道你捅了多大娄子吗？哎呀，你就是把扶不起的篱笆，你跟死了那个赵永刚一个德行。把车刀放下。干什么？你不怕留你指纹啊？啊！我放下了。怎么了？你放下了，我好打你！葛志强，给我回来！葛志强，给我回来！兹有车工车间学徒工人葛志强，在学徒期间多次违反考勤制度。有旷工、装病种种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，又在厂里三令五申不得干私活的情况下乱堵车床，导致贵重的车刀报废，经厂办人事保卫研究上报厂长批准，决定予以开除处分，特此通告。办脑茶叶，送你了。师傅，徒弟不争气，给您丢脸了。我给您鞠一躬，您原谅我。你呀，天生就不是个好车工的料，我不怨你。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您带了我五年，我都没出徒，算我欠您的。日后，您要是有事找我，如果我能做到我不做，您就直接大嘴巴子抽我。各位，我走了。日后得空，我会回来看大家。我这儿。给大家鞠个躬，照顾好我师傅啊，走了。哎，志强，
师傅，您不会现在就抽我大嘴巴子吧？这100块钱你揣好了，日后在外边自己多保重吧。师傅，您怎么知道我日后会发达？你说什么？我说这100块钱算我跟您借的。现在我的部队缺钱，我就不跟您客气了。日后我100倍的还您。志强，你吃饭了吗？哎呦，妈，不饿。我给你做点吧，做点面吃。不用了，妈。我就想自个儿待会儿。啊，志强。哎，我听说，妈，我觉着车工这活儿，我就是再学它200年。我都学不到那8级车工，因为那得有天赋，所以呢，我就辞职了。妈，等会儿我再跟您这儿汇报我的想法，行吗？哎。凑的差不多了，给，拿来，还差100多点，这是480多，就这么点儿啊？啊！您别着急，过两天我凑够了，我就给您送过去。好，好，好，我不怕你赖账啊！我等着你，到了后天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。尤民，走，回家吃饭去，我看他以后怎么说。等着你。来，老哥，哎，这下了夜班没回家，在这发财呢。嗨，这里边不是有点废铁，能卖点钱吗？我要是不捡呢，也就都扔了，怪可惜的。真是勤俭持家呀。哎，您这是刚下班啊？啊，得了，回见啊。哎哎，回见。哎，您慢走啊。哎哎。
没事儿，我这是老腰病了，屁事儿没有，躺几天啊就好了。来，你扶我起来吧。哎，哎哎，哎呦，哎，老葛，你这回腰间盘突出的厉害，牵引之后没好的法子，只有静养。哦，哎呀，爸，您听见没有？静养不能动。您别动了啊。你是老葛的儿子，哎，以后你爸不能干任何重活，上车弯腰都得注意，知道吧？